初来乍到，她是江爱中清新可爱的小美女。你在哪儿，哪儿就是爱琴海。杨正，你混蛋！你知道我求了我爸。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演戏这个平台来证明演技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对我而言压力也挺大的。敢说敢做，敢想敢演，他不放过每一次机会。我要告诉我表达年轻的主张和对不同角色的向往。搞不好别人还以为有什么婚外情呢，对吧？他不畏不惧，脱颖而出。姐夫那点破事，哦，就是那种大事小事都要管那种助理啊。这一次算是一个小的进步，不管是哪一方面，哪怕多小的一个认可，对我而言都是算是一步小成功吧。你看着我。后来，他为了角色，变成了《滚蛋吧，肿瘤君》里的癌症病人。你看看我，不断改变，挑战另一个不同的自我。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是秃子呀？我也是个秃子，你是个男孩，我还是个女孩子呢。他用自己的锐气展示了新生代演员的实力。我也害怕呀。我们家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我也没想到我可以走到这一步，但是既然走到这一步了，那我一定会不辜负众望，也不辜负自己对自己的期望，竭尽所能的坚持的走到最后。她是演员张雪莹。